我也没有了理性呀。老妈妈，你让后面那个，你做做好事吧，让人家最后坐在轮椅上的了。我也没有。好了，这个老妈妈在哭了，你看。说一下吧，说一下吧，没有理性。好了，老妈妈，待会儿啊。好嘞，好了，赶快赶快。起码年属马的，在医院了现在。大夫说还有三周就死了，就是我舅舅的。你，我一句都没有听懂啊。啊，骑马年属马的。什么叫骑马的？就属马的。属马的。骑马的呢？属马的。属马的。几几年呢？78年。78年。78年属马的。七八年属马的，讲给我听吧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帮你看得仔细点吧。78年。什么毛病啊？讲啊。他原来乳腺癌转成肺癌，现在又一个来月转成脑癌了，现在都。动不了劲了，医院说还有78年，年纪还不大，可五百，我看看啊，5岁的，哎呦，他是癌症哎，就是癌症，啊，他转移了，就转移了，救助他，你们说要救不啦？他明天还拜师了还，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目前看他的图腾，还有3个月就要死了。兄弟，求求您了，救救您了，救救他！我告诉你，就是我要救他的话，他的身体不行啊，你听得懂吗？他的魂魄要回来，他身体不行。就像一个人住房子，房子已经漏了，那你魂魄再回来也不行啊。现在目前你要给他放多少升了？我已经在中国给。你要给他许大愿呐、啊！啊，就许大愿，我叫他吃全素，我叫他一定好了。吃全素已经不行了。许大愿至少要渡人呐、啊，行，我叫，而且要印书去渡人。行，我给他渡，我胎这个也渡，都孩子男的女的了，女的，孩子刚5岁。你听我讲好不啦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几岁了现在？36岁。我看看他阳寿还有没有？好吧，如果没阳寿的我也救不了，如果有阳寿的还有希望。几几年的？78年。78年属什么？属马的。36岁是吧？对。哎呦，太麻烦了，救不了了。老妈妈很难救了。哎呀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你应该早一点找到台长，你应该早点念小房子呀。他已经念了200多章了。不行哎。我问问观世音菩萨吧，看看。求求您了，太郎，救救他！我孩子刚5岁。好，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现在是这样，台长呢？现在呢？只能这样，你放2万条鱼，行，可以多延3个月，还有半年时间。在这个半年时间里边，争取用一些好的药，然后呢，一共要小房子要念3000章。行，好吧，看看这条命能不能回来，因为他的机能还有，他阳寿应该不是很长。这个人本来就还债的，从小生出来就有个劫，差点死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也只能这样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老妈妈，就这样了。